电影是拍的，动画怎么画的？你不能这么要求现在的动画师嘛！住口！想看24帧的动画吗？急急如律令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！ 大爆杆子！没错，道友懂得还挺多嘛。原画四点画了自己的画笔，让四位比字形进行绘画，这是金丹器才能习练的功法。那大家庭师为什么不这么画画？文杰国法术极为伤肝，用多了容易引起旧思。哎，我已经把这个画成24帧的了。 天哪，这就是失传已久的满帧作画吗？真的好流畅啊！代理导演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可能平时我三A游戏玩惯了，感觉帧数还是有点低，能做成60帧吗？啊！啊！啊！